您打开贝兰本质第七页，本质第七页。那么在涅盘经里面这么说，说呢，居家就如同牢狱，妻子呢就如同枷锁，财物就如同重担，而亲戚呢就如同冤家。那么在家的情况，要是说呢，能够一日一夜受持清净的戒法，八关斋戒啊，六识行道，那年恒常受持三乘斋业，月常持六斋日，这菜蔬节制啊，这个味着。减教我们生活于三业，不向外去奔驰，专从粗俗的圣道，高木佛法，在日用当中呢，俯仰无亏，坐卧无死。夜里头呢，休息的时候要训练冥想。白天呢，就思维清净的佛法，深深的恭敬这个沙门出家师父们，悲心利属利益，这些俗人，假使能够这样呢，虽居在家，可得度苦，那也就是说呢。虽然在家环境很恶劣，但是要有道心，道心。所以经上说呢，佛法易净，要昧的时候呢，白衣来护法，修善上升天上，那么如同呢，则空中的雪堕。比丘呢，要是乖违戒法，那堕陷在恶道当中呢，就如同雨从天上呢掉下来这果报很迅速的。所以应当知道在苦当中修福，所修的福就是最大的。那么在福当中作罪呢，享福当中造业这个罪业是不轻的，所以因此之故，从苦入乐，苦尽甘来谓之呢乐中之乐。要从乐入苦，堕落了才知道苦中之苦。那这一句话呢是可以验明的，那也就希望呢我们好好的。去做反省，在《华句经》当中呢，有这样的偈颂，说呢，热无过饮，毒无过怒，苦无过生，乐无过灭。这热恼没有超过淫欲，淫欲这个火就热恼。毒呢，没有超过于愤怒、嗔恚苦没有超过于有这个身体，安乐呢，没有超过于极灭。佛呢，就讲了这个偈颂之后呢，就告诉诸比丘，说呢，在过去久远无数世的时候很久远的时间，当时呢，有一位无通的比丘。这五通的比丘叫做精进力，
他呢住在呢山林当中呢，在树下啊闲极之处呢追求圣道。当时呢旁边呢有四只的禽兽呢依附着他啊，那恒常呢得到这个安云。第一只呢就是鸽子啊，第二呢就是乌鸦，第三呢是毒蛇，第四呢是一只鹿啊，鹿。这四只禽兽呢在白天出外求食，晚上的时候呢就回到这个地方啊来住宿过夜。有一天呢夜里，他们呢就互相呢这么问呢，说世间的苦，什么的苦是最重的啊？这个乌鸦他就说呢，说饥饿啊，啊饥渴是最苦的。饥渴的时候呢身体羸瘦呢，眼睛也看不清楚了啊，神识呢不灵，就投身楼王啊，不顾呢这些轰论加以。我们呢身体啊会丧失这个身体，没有不由于这个饥渴啊，所以这样说起来呢饥渴最苦啊。那鸽子呢他就说了，说了云翳是最苦的啊，在人的时候呢多欲就堕落这个歌声啊，这云翳最苦，色欲炽盛呢就无所顾念了，唯身昧命呢也在所不惜啊。所以呢这样讲起来的话，云翳是最苦的啊，这鸽子这么说。接着呢这个毒蛇呢他就讲了，说嗔恚最苦啊，这嗔毒一起来的时候呢不必啊亲疏，也能够杀人，也能够自己残害自己啊。这样说起来呢这个嗔恚是最苦的。这个鹿他就说惊怖最苦啊，害怕恐怖。我在呢这个山林当中呢心肠啊胆战心惊的，畏惧这个类狮哦，还有这一些豺狼，诶恍惚呢听到有一点声音呢就赶快就跑了啊，结果掉到水沟里面去了。所以呢这样讲起来啊，这个惊怖是最苦的。这个时候呢比丘呢旁边呢他听到了就说了，说你们所讲的都是知末啊，都是知末，没有推究到苦的根本。这天下之苦呢没有超过有这个身体啊，身是苦气啊。我们这个凡夫呢业报身啊，有这个身体啊，所以种种的这一些的业都来了啊，种种的苦，三苦八苦无量诸苦，因为有这个身体。身体是苦气，但身体也是道气啊，我们要善加利用啊，它是修道的法器。这里讲呢身是苦气啊，忧畏无量都是因为这个身体。我因为这样的缘故啊，就舍弃俗家出家修学圣道啊，灭意断想，将人内心的希望分别啊把它停下来啊，不再贪着于四大地水火风啊，就是这个身体就是四大啊。那么想要断尽苦缘，苦的根源，那么内心的希望呢就存着追求呢清净的涅槃。所以呢我们要了知呢这个身是大苦，苦的根本就是身体。身从哪里来？身从业来，业从心来，要心不造业啊就没有这个事了。所以呢我们在学佛要了知呢啊，这样一种道理，佛种种的施舍都是引导我们呢产生正念，然后啊观察到我们的心。而戒法当中讲了这么维系的戒相，开遮此外呢维系的戒相做什么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念头。
所以呢，聚缘成幻当中，每一条界里面呢，记住几个缘成幻，就是心跟境这两个。啊，聚缘成幻当中呢，它最主要的还是警惕我们那个心，到达这个缘呢，不要再有下一个缘，要警觉到马上停下来，停下来，也是讲心念的。啊，表现在生活啊，已经是非常粗的业了，非常粗的业。所以呢，在儒家的书里面讲啊，大患莫若于身。好，但是身是由业来的，业是由心造的。啊，要紧，修道里面讲观心为要。啊，好，接着我们呢再看着这个贝兰的第七页。那么在上一堂课呢，说到第二节内变教体这一段的长安文说过了，后面这个表红光呢，把它画成表，以便我们了知。好，那么最初假实二宗，实法宗，假名宗。实法宗呢，就是我空法有，就是小乘的我宗有宗。假名宗呢，就是空宗，啊，有宗空宗。那么实法宗呢，就是萨婆多布，萨婆多就是一切有，啊，所以叫有宗有布。那么立布呢，属于十双律，升起也是啊，哦，那即舍杂心多论等，这是呢解释律的这个论。啊，计色论呢，也是属于有部的论、杂心论、多论、萨婆多论，解释十双律的。啊，等就等于其他的。啊，多宗属于多宗，萨婆多部多的多宗。那另外呢，假名宗，假名呢就是呢我不可得，法也但是假名、假相、假用。啊，这个小乘的空中，塔木德部，塔木德。那立部呢是属于我们四分立，啊，相应的论点呢就是属于诚实论，啊，摩德勒切论，三间论，啊，这个都偏属在解释四分立跟四分立相应的，啊，那么属于诚中，就是诚实论，就是诚中，啊，一个多中，一个诚中。有部有中跟空中。啊，接着业书三中，业书结摩书当中呢，先祖在立部里面建立这个三中，实法中、假名中、圆教中、实法中，那么依界体而来建立这个教相。啊，所以呢受体同归设计，受体就是所谓呢受戒的戒体啊，哦，做戒体无做戒体同归于摄具，就摄法这一类的摄法。随行当中呢就是戒行，哦，受了戒之后呢日常的这个持幻的标准呢淡黄七支，哦，心身口色成眼方便，不业心论。哦，但是就身口恶业来讲的，所以淡黄七支，身杀到淫，口业呢妄言其一两舌恶口，行就表现啊，表现在身口色呢，这个时候成就眼方便罪，啊，眼方便罪。那意思就是说，没有讲到一业的情形啊，一业不算犯戒的，打妄想。接着呢，假名从受体强号而挥，受戒所纳受的戒体，勉强安立啊，叫做灰色灰心法，啊，灰色灰心，灰色灰心的道理，到后面呢会加以说明。啊，那么随行持幻当中呢，相同十业，相同于这个菩萨戒里面的十业，啊，就是呢身长口是意三。也有知道意业，但是在意业结幻当中呢，从言失觉，
即入犯科。重圆就第二念，再重新圆念第一念，可以施力觉知，打妄想呢，起杂念。这个时候呢，不把它制止呢，就入于幻界的范围，幻界的范围。好，那么这是假名中叫过分的小乘窍。圆教中呢，受体四障心种，受戒所纳受的戒体就是四障，那个四障就第八识，第八障是呢这个心种所熏习的善种子，这善种子就是戒体。随行当中呢，持幻是三聚圆修，圆教中所建立的，就跟菩萨戒随行当中呢，就是设立于世上啊，劳逸有情，三聚圆修，唯从妄心集成业行，要稍稍放纵呢，我们的第六意识呢，妄想，起分别达妄想啊，集成业行，就在阿赖耶识里面的心下。这个种子成就业行。那么在暗语里面讲呢，业是三中为南山绿中书要，支持手举三中之受体以随行，闻简易广，初学难解，今抽入诸文类似如下。结摩书呢，当中以戒体来分判教相的浅深有三宗，实法、假名跟圆教这三宗。那么判这个教相的浅深，由此而分别持幻开着的情况。这是属于南山律典当中的书要中书要义。中书要义。因为所有的这个持幻的等等呢，都是依戒体所产生的，依戒体所产生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依那个戒体判这个教相的浅深，分为三宗。支持记里面呢，所取这三宗的受体跟随行，文简而意广，文字很简要啊，但是里面代表的义理，所诠释的义理非常的广泛，我们初学的人难以理解。现在呢，抽取折录呢，那么底下的这一些的文约略来解释。那么如下面呢所说明的，受体者，受戒时所发之业体。什么叫受体？前面呢，受体强号恶灰，受体四障心种，那个受体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受戒的时候，那么所发起的这个业体，就着所发的，所发的来讲，那个业体就是种子，前面呢，这个身离拜，口业，就随身师长的教导，那么去发愿立誓，那么意业当中呢，希求戒法，所以啊，内心呢要攀缘十方世界十法界有情无情的境界，要做观想的。那么前面呢，在正在呢礼拜口业在举动的时候，还是属于做戒体，三归完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无做戒体圆满，做戒体泄露了。那么无作是由作而升起，无作升起的时候，作戒就泄露，就独存无作戒体，就是这里所讲的所发起的业体，就无作戒体。同归摄计者，同归于摄计的情形，通指施法中之作戒跟无作戒，善摄善生。我们在受戒的身礼拜，这是善的，善的色，善生口，讲这皈依的文，这是善生，善色善生，就通指十法中的受戒
跟无作界。所谓的作，就我们身口在造作的时候叫做作，啊，叫作界。那么身口都完了，三归一圆满的时候呢，那么身口不动，不再动了，这个时候呢叫无作，所产生那个无作就是任运那个业性呢，任运的道理哦。那么一得戒离之后呢，他就任运的止非防恶啊，止恶防非的哦，任运就那个任运来讲叫做无作，他不需要假借其他的因缘，就是后面呢在戒体门当中会说明哦，四心三性不戒言伴啊，你在睡眠梦觉的时候事实长生无作戒体啊，他任运的在增长，一做之后呢不需要再做，所以叫做无错。那后面会解释做戒体无做戒体，这二体即色，这两种戒体都是属于色法，所以叫同归同，同就是有两个叫同，就做戒无做戒都归于色聚色法。强号二非者，强号二非的意思，那假名中的哈，北指假名中之无作戒。那么假名中的作戒啊，还是跟前面十法中一样，是属于色法，啊，属于色法，三色三生。那么无作戒呢，就是二非啊，非色非心法，以非色非心为体。灰色灰心呢，就是属于白法里面呢，心不相应行法，啊，心不相应行法。那么再来呢，四障心种者，这四障心种就别指圆教中的无作戒体，啊，无作戒体，以善种子为体，啊，阿赖耶识当中的善种子，啊，前面的六识的造作啊，啊，那么熏习在阿赖耶识当中呢。哦，善种子，这善种子就鉴别一般的善种子，是在三宝面前啊发起要进行受，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度一切众生的心，啊，那样的心念所熏习的叫做戒体，跟平常的善业的造作呢，那种善种不同的哈，哦。那么以上三种受体之意，以后戒体门光明，所上头。这三种十法中假名中圆教中的受体之意，戒体的道理，在后面的戒体门当中有广泛的说明，啊，广泛的说明，因为戒体门里面就是讲戒体啊，啊，就主要是三中的戒体啊。那么接着随行者，随行就既受戒仪，亦持防护。随行就随顺我们戒体，启动我们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啊，也就是戒行的意思，戒恨戒行的意思。那底下解释，既然受戒得到这个戒体之后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意，要意念我们的戒体，持要守持我们的戒恨，要防护外在的境缘来侵犯我们，啊。就后面呢在随行当中所讲能义能持能防，哦，这三种的道理，哦，就随行。淡黄七支者，淡黄七支的意思，即十月中之前期沙道银妄言两舌二口其矣，哦，那深山口业就是四个，就是这七支，哦，这七支七支呢，就是七条戒啦，哦，这七条戒，都从为具戒黄七支，都从这十法中呢，唯独受祭祖戒，啊，哦，祭祖戒黄七支，身三口业就是开出来四个过失，要五戒八关斋戒但黄前四支，就是口业不开出来，就是一个妄语，啊，哦。深山再加上口业的妄语，哦，要记住戒，那口业又开出来，其余两舌二口都要犯的，哦，
这是属于十法中里面它有分成在家出家的差别啊。若成中，成中呢则假名中五戒八戒等一黄七支，你这个妄言七意两舌二口，这个通通要犯的 啊，通通要犯，都是守黄的。心身口舌成眼方便者，什么意思呢？都从结坏不耶心论，眼方便罪啊。那么意息动舌成坏，那么行身口舌，也就是呢，说明呢，都从十法中呢，它结坏的情形。不就着意业来讨论的，哦，意业打妄想，它不算犯戒的，哦，眼方便罪呢，也必须要动色，色就是我们身口这恶业是属于色法，啊，哦，动色动身口业啊，哦，成坏。那相同时业从言师解即入幻科者，这是讲那个假名中啊，随行当中的相同时业。从言师解即入幻科，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成中假名中呢，虽同于大乘，啊，通于十业都要结犯，啊，但呢大乘呢也偏而此业从缘，故有深浅不同。大乘呢也偏而就忽然，啊，忽然之间呢打妄想呢，起一念的杂念，偏而一念。这个菩萨戒就要犯了，此就是呢假名中释分利啊，曰从缘，从缘就是第二念啊，第二念重新圆利前面的念头，知道打妄想了啊，知道了你还不制止，那这个时候就要犯了。所以呢这教相里面有深浅不同，虽然都有就意业结犯了，但有深浅不一样的。配合者即独头心念忽然升起，叫独头，哦，独头，不由前面的境界，啊，所引生的那个叫独头，哦，叫独头。下因唯众妄心即成业行事业，哦，就前面的那个下文里面讲唯众妄心，哦，稍微放纵的希望分别心呢，啊，就成为业行。那么从缘者，这个从缘的意思呢，为后念还追前世，啊，第二念还追忆啊前面呢打妄想的事啊，啊，这个叫从缘。故大乘呢初念即幻，成中是次念，第二念乃幻，有这样的差别，啊，以上多种成中随行之意，以后持幻篇。持幻总义门成就张广明，哦，那么十法中跟假名中随行之义啊，哦，就是戒行这一方面呢，啊，在后面的持幻篇，哦，持幻篇持幻总义第一门就是持幻总义门，成就张就成就处所，在哪个地方呢成就这个业呢，叫成就处所，这一章啊，105页的地方啊，105的地方广宽说明。那么三句之意，以后五戒依境发心之事，三句啊，设立于色善而饶于有情，这三句呢之意，在后面呢五戒啊，戒法门里面的五戒。依境发心这一支，啊，在后面的第29页的地方，啊，这一支有解释。那么讲到呢三句圆修，那圆修的道理，以后戒体门圆教中当中为名，啊，详细的说明，啊，那这个地方就是整个一个啊，律学当中的一个概念，受体跟随行，哦，所以呢在贝兰当中呢第一篇中体篇，哦，理论的根据，第二篇持幻篇就讲随行，啊，随行里面的，哦，
那后面的忏悔有随行有犯就要忏悔，所以讲忏悔门、哦、那别行篇呢就因为平常日常生活的、哦、这一些是来讲，那至于在家居士善根成熟要出家啦，最后第六门讲这个出家中智门、哦、别行篇里面的、哦、他出家中智他的宗旨目的要先了解啦、哦啊、真正的发心出家、哦、这样的意思。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再看着底下的自愿云，一代圣教不过大小，人理教行意义不同，难习类似浅深之相，且就一家耶本受体则分三位，一者十诵多从名当分小乘教也，二者四分诚实正小兼大名过分小乘教，三者圆教前十大乘，今正一诚实旁用多从终归圆教，盖取内盘显性坛场重复之意，学者灵文无以混乱，良有以小望大则大小贤殊，与大色小则小无不大，古世朝隐射曼经之德论，并以声闻毗尼及大乘学，有借书所引大集经中五部随意不谎诸佛法界涅槃，又引无量义经引华水一也江河景池分其一耳，经中存此诸意，并以原意用通立乘，如习光时只以四分判属大乘，太为胡慢，近是相成以为自说，此前不晓大小分际，或有不许分通专判为小，此又不了假实两中教之有内，过犹不及此之谓也。自愿这自愿一篇知主的自愿一篇里面的开示说呢，一代的圣教不过大小没有超过大小二乘，那么人理教行意义不同，那么十二分教当中的人就是根基教化的人，理所诠释的所要表达的教呢就是教相行他的修行的这个目标在哪个地方这人理教行意义不同，人理教行耶和华经来说就华华经的五十当中的最用意识华华识那么人这一方面呢，人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就是菩萨根基就是菩萨理的话呢所讲的理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教呢但以一佛乘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话行呢诸有所作常为一事所有的造作恒常为一桩事成佛没有其他的所以人理教行意义不同然习类似浅深之相，然而必须要业力来认识教法浅深的相状，那姑且就这南山一家的教义耶本受体，就着这一处我们发心呢受戒所纳受的戒体一戒体则分为三位，一者十诵就是多从是叫做当混的小乘教当混的小乘教，二者四分就四分律，那么论点就是诚实论是正小正属于小教而意兼大乘，所以称作过分的小乘教过分的小乘教，
第三呢是圆窍，前是大乘，完全属于大乘呢。那现在呢，我们呢受此这个释文力啊，正一诚实，旁用多中，终归圆教。正是一诚实论假名中，而旁呢也应用这个多中实法中，那终究呢归于圆教，归圆教。因为我们呢现在所所持的还是为了成佛，还是为了成佛，说这个道理呀，盖取内盘显性，坛场重复之意，采取内盘经里面呢显示一切众生呢都有佛性，那么坛场重复之意，坛佛性是常住的，而必须要重复小乘的戒律，那么佛性是常住啊，你要不持戒，佛性不得显现的，不得显现。所以坛场重复，临学者临闻，我们学习的人面临了这三宗的闻，无疑混乱啊！这教相里面有大小，小里面有浅深啊，不同啊，也不同，有单混有过混的小乘教，良有以小忘大，则大小悬殊啊！你的心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着大根基的人啊，那我跟他迥然不同，所以大小这两乘的教义啊，悬殊迥然有所不同的。那若以大设小，则小无不大，心量大呢，什么都是大。所以呢，以大乘呢的教理来设作小乘呢，那么小教的教义没有不是大乘的内涵。所以《般若经》里面讲呢，这个二乘的人他的断证呢就是菩萨的无生法忍，这也是用了大，用大呢去设小的意思，故世超引圣曼经之度论，恒世超当中先祖引圣曼经还有大智度论的文，都是以这个声闻的毗尼，就是大乘学，毗尼者即大乘学，圣曼经里面在声闻的毗尼就是大乘的力学，大乘的力学。那么大乘当中呢，三句经界第一个舍利戒就是声闻的毗尼声闻的毗尼。又借书所引大集经中，这本书引大集经，大集经里面呢属于卷二十二的文，说五部虽异，五部檀木德部、萨婆多部、迦摄夷部、弥瑟舍部、婆出户罗部，这五部就是四分十诵还有解脱戒经五分律婆出户罗部呢那个律藏没有到我国来这五部虽异，不恍诸佛法界涅槃。那么虽然有这个部派佛教的思想分成这五部了，但要谈到究竟呢，他们所造作的不妨诸佛的法界涅槃，不妨诸佛法界涅槃呢，在佛的法界呢不生不灭当中呢，那任意的众生呢随你的择取取择但是都不离开诸佛的法界涅槃，不生不灭的道理又引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呢就是法华三部经的这一处的无量义经里面讲说法水一也，法水是一然而呢江河井池分其一耳，流到江里面就是江水，流到河就是河水，流到乃至流到水池里面就是池水，但是那个水就是一味而已比喻啊法水是一，但是呢五部他们所取的有所不同那依他们教化众生的根基不一样，个人那个习惯性不一样教化的仪式不同，就分成五部了金从存持诸义，并以言义用通律称，现在释文律中根据以上呢圣曼经智度论无量义经
这一些的意思啊，这一些的经典论里面的意思啊，都是以圆桥之意啊来汇通我们小乘的小乘力啊，就是用大乘的啊大乘的话去汇通呢啊，汇通这个声闻的戒法。如昔光时，如过去北齐啊，南北朝的北齐会光历史，他只以四分就判属大乘，这样的判法太过胡乱了，不切实际的哦。而四分力的声闻力怎么是大乘呢？哦，直接判大乘，这太过胡乱，不切实际了。近世啊，近世就是北宋以来。相承呢啊，这样的学说以为自说究竟之说呢，这完全呢不晓得大小教义的分歧啊，这是一种的判法。另外呢，后有不喜分统而不容许啊，这四分力在义理当中可以分通大乘，他专判为小乘教，此又不了假实两宗教之优劣。真又不了解啊，假名宗、施法宗这两宗教义的优劣，所以呢，过犹不及，两种呢都是偏见，啊，超过了跟了不及啊，都两个都是偏呢，不是中道的哈，此之谓也，此之谓。那么旁边的这个小注里面说，如昔光师者即北齐。好，慧光律师。好，接着我们再看着底下一节，第三节，显之由境。显是戒法的意义，使令我们学者了之，契入圣道，它的因由途径。好，我们看显之由境当中分为五项：第一，圣道本基；第二，戒有大用；第三，内解名义；第四，优劣有异；第五，从摄啊，从说通摄。第一，圣道本基，这戒法是我们呢修学圣道的根本啊，这个圣道的根本基就是呢一品的地方啊，一品的地方。第二，戒有大用。这个戒法有伟大的作用。第三啊，约略来解释呢，戒有三名啊，那么三名这三种名称它的意义。那么第一次呢，优劣，也就是三种戒，所谓的婆罗提木叉戒、定功戒、道功戒，这三种戒的优就胜，就胜类的情形啊。第五重说，就这。假名宗跟实法宗呢，可不可以重受的问题来说明啊？通就是可重受，摄呢就是不可重受。好，我们接着看第一项，圣道本基。解说云：师乃大圣降临，创开法本。将一整把诸油同等彼岸，味道自戒，本非是乎？行中是隐，味道者通而为已，即止三乘，推合本意，下之欢喜，终为一时而作前引。况经开会，殊途同归，涅盘重乎，无非显性，今明味道，专指合乘，知悉化成，终非本意。故知化本尚未二乘，岂为是乎而立失戒？那戒书，戒本书卷一第十一页，说呢，师乃大圣降临，创开化本。师就指戒法，这个戒法呢是大圣佛陀，我们世尊呢本师。降临在我们南阎浮提，啊，创开化本，创就这一出开眼教化众生的根本就是戒法，啊，那么他的目的呢，将一整把诸有同等彼岸，啊，就是
的目的就是佛将想要拯救拔济诸有，就三界二十五有的众生，从生死的此岸跨越烦恼的中流，而同等呢清净涅槃的彼岸，未到自界本非是佛。佛是为了三乘的圣道，究竟来说呢，为了佛道而自立这个戒法，所以讲戒为无上菩提本。本非是佛，本意当中呢，并不是随念众生呢成就了世间有漏的福业，人天呢是不究竟的，不是佛的本意。行中是隐，行中记林芝律师这么解释说，未道者通而为以即止三乘，推佛本意，下之欢谐，终为一时而作前引。未道者，这未道什么意思呢？道通而为引，笼统来说，这个道呢，就指三乘的圣道。这笼统来说，那要推就佛的本意呢，下至欢喜，欢喜三归。这一出呢，没有信佛那现在发心呢，要信佛，欢喜，欢对以往啊。没有邪火没有归向于三宝都是邪欢喜三归。这三归一终究是为一时到佛乘而做前面的影子。说这个人呢，他愿意说三归一说的三归佛归法归僧，这个三归一呢，他发了心之后呢，渐渐呢这个善根呢就上来了。那受三皈一阵子啊，只要他经常亲近三宝，这个过去生无量劫来在三宝里面栽培的善根都被触动了，就引生上来他就会进而受五戒，受八关斋戒，乃至善根好的，他往前一步出家修行了。那这个呢，都是为将来成佛做的引子。这个影子栽培善根栽培善根的况经开会殊途同归，何况呢经这个华华经呢开前显时会三归一殊途同归，这个三乘呢当下都是一佛乘同归一佛乘的那三乘呢开出了就是所有的教法，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为了成佛，都是为了成佛的。所以戒法就是成佛的法，不是定慧而已戒法是成佛的法，戒为无上菩提本三际境界持得圆满呢，设利益成就法身，设善法成就报身，劳逸有情情成就化身，法报化三身佛，都是为了佛乘的。内盘重湖无悔显性，内盘经重新在扶持小乘的律，小乘的戒，那无悔都是要显现我们本具的佛性啊。所以呢，在经文里面讲说，一切众生呢，虽有佛性啊，要因持戒，然后乃见因见佛性，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佛性呢，是讲性德要修德有功，性德才显。所以呢，要因持戒，然后乃见。你性德要假借修德，第一个就要持戒要持戒，然后有定慧，有定慧呢，那破除烦恼，见思尘沙无明，到最后面呢，成就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呢，这个地方讲呢，涅槃重新扶持小乘的戒律，无悔都要显现我们本具的佛性。精明未到，专指佛乘
现在呢，这里说为道而自戒，为道就专门指整个佛道来讲的。子习在化成呢，终归本意啊，化成啊，《法华经》里面化成一品。这二乘的人看那佛道远呢、啊，啊，他想啊，我还是先呢、啊、自己了说了脱生死啊要紧呢、啊，啊，那不想再往前面走了、啊，啊，佛呢就啊善巧方便呢、啊，变化一个乘，啊，让他子习啊。啊，休息休息，水也喝了，饭也吃了，有体力了啊，还没到保守啊，赶快啊，啊，剩下没多远，赶快走。这化成，就二乘，比二乘的那一盘，终回本意，终究不是佛的本意的，不是。啊，所以呢，在《圣曼经》里面讲了，说二乘人得那一盘是佛方便，只有佛得那一盘而已啊，啊，因为。二乘的人呢，不记这个功德还不记住的，功德还不记住啊。故知化本尚非二乘，所以我们了知呢，教化的本意尚且不是使令他得二乘的涅槃啊，怎么是为了世间有漏的福业而建立这个戒法呢？啊，所以我们呢学习戒法要了知这个道理，不要认为这个戒法都是小乘的。哦，有的人呢跟偏见呢说呢持戒但得人天，这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道理啊、哦、顿根的人呢是这样的啊、哦、他不堕落了得人天呢，立根的戒净有智慧变得第一道啊、哦、那我们呢就要善体佛意，要善解，要善解，都是为了成佛啊、哦、为了成佛的。这样戒法就非常要紧了，我们必得要去做的、哦、欢邪者，欢邪三归即但受三归一也、哦、这欢邪三归呢，也就是但是受三归一，有归没有加戒、哦、没有加上这个戒条的，叫但三归一。接着戒说序言，然还惑然情，要有方便，自设三学，用为自缘。故成论云：戒如初结，定府会赏，三行相因，思须计设啊，设计。故初行者，勿先学戒，检测非伪，三业清净，正定正慧，自然而立。戒说序。在建议第十一页，接着又这么说：说然还惑然情啊，说然而呢，还惑还就无助的烦恼，惑就见思尘沙无明啊，然以一下清除啊，要有方便讲修德啦啊，修德的时候就要有假借啊，种种的善巧方便啊。要有方法来对治的，自设三学用为自缘，导致于呢，我们世尊就施设戒定慧三无漏学，用来作为我们对治烦恼业因的这个缘，就是根本啊，根本离开了戒定慧啊，烦恼业因啊，那就不能对治了，那就长时间的生死轮回了。那三学的情形，故成论云：成实论当中说，戒就如同周结、定府、会洒，三行相应。啊，戒就如同周结，结就是烦恼，啊，取得烦恼呢，就抢我们的功德法财啊，像盗劫一样，哦，叫烦恼劫。而周结，周就是不动了，生口不动，哦。定府啊，会杀定，我们呢这个定是什么呢？就心在一个善的所缘境啊，相续的安住，心力渐行啊，那也就是呢我们这个心呢不再呢、啊、乱想啊，前面呢啊烦恼身口不动了，接着心也不乱想了 啊会杀。智慧，用智慧呢，观察，
通达，一切法无我无我所，一切法本来没有我没有我所的，就将那个烦恼给熄灭断了，就如同沙劫一样啊，沙劫。那么定虎会沙这一出要先周劫啊，盗劫要先抓住啊，盗劫抓不住了，绑也不能绑啊，杀也没得杀啊，所以第一个要周劫，就戒，要持戒，要持戒法啊。所以三行相应，这戒定慧这三种行门呢，要互相为因，次第的升起，就好像我们盖楼房一样的三层楼。第一层呢，你地基打好了，第一层呢，你要先打好，要盖了。第二层、第三层哦，第二层、第三层虽然非常的庄严呢、啊，但没有第一层盖不了啊，所以要先盖第一层，就是戒，好、哦，它次第的升起，施习设计。施就指那个戒定慧三无漏学，这戒定慧三学呢，必须要摄持，你要完全摄持才能够济拔度业你的六道生死啊、哦、你少一样都不行啊，如顶三足啊，缺一不可啊、哦、缺一不可。过错行者勿先邪见，了知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了知啊，初心入道学佛的人啊，勿先邪见，务必首先要学习戒法。哦，你花心受了戒啦、啊，受了戒要学戒，学戒才能够持戒啊，才能够周烦恼戒。哦，所以呢，检测恢维，你学习了这个戒法之后呢，就是接着要应用呢，以戒来检教，测就是督促我们身口意三业啊，不要有放逸恢维的情况。好，三业清净，正定正慧自然而立。那么三业清净呢，能够安住在那清净的戒法当中，那么如此的话，自然而然这个正定正慧啊，就很自然而然能够建立起来，能够建立起来。所以呢，持咒大师讲了，要离开佛的戒法，你所做的就进离外道了，进离外道。所以这个地方讲呢，要有正戒才有正定，有正定才有正慧。离开了戒，这个定不叫正定了，慧不叫正慧。我们要看那个语言文字啊，这文字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有出世间的正戒，才有出世间的定慧。好，这很要紧。好，接着我们再翻过来。行中是云，行中记解释什么说？说一明三学开设之志，此类细致则文无所用。好、哦，说呢，想要说明，则界定为三无漏学开眼施设的目的。好、哦，在这个地方就约略来说明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呢透过这样的说明，对于这本书这一段文呢、哦、就无所拥，拥就是阻碍不通的情形。好、哦，服务一切众生本来皆具真经妙性，性之为体，为极为照，一迷此性，乃昏乃散，欢号无名，积成还惑，既有人我随经发毒，故生可意早生死业流转出去，一劫无穷，大觉慈哀将令离苦，查病设药对分三种，内心昏痛对立定慧，生口挥尾对立境界，圣教虽多不越三学，三学所立唯一色性，论其起也则从本已发之，用其智也则先出而后细，首先自见意在于思，譬乎浊水轰击波腾，轰破未洗亦得清晨，无有失处，三学次第理数必然，观业长谋气道前眼，环极昏浊，
或胃乱动，三毒结食，结内善财，欲知如解，三行相应，为次第而生，思兮设计，为不可相离。行中计呢，临知的意思，知主这么解释，说呢，夫一切众生本来皆具真经妙性，夫就是化义词，说一切众生呢，本来都具足有真经妙性，这如来藏呢妙真如性，那也可以呢，就是呢，《华严经》里面讲，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那么性之为体，为极为照。性这真如性，它的体呢，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极是它的体，照是它的用。极而常照，照而常极。不变随缘，而随缘不变。那么也就是呢，指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性，一念的心性。那么《般若经》里面讲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般若无知啊，无知，一切法不生般若生啊，一切法要生般若就不生了。无知，因为无知，所以心性本来是遍满的，知之一智啊，是众妙之门。那么因为无知，才无所不知。要有知呢，这个知，那就是意识分别啦。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啊，知见无知呢，思即涅槃。楞严经里面的话，所以呢，为极为照。为极为照，极而常照，照而常极，从体起用，用不离体。那么一迷此性，乃昏乃散。本来是极照一如的，但是呢，一迷此性，怎么迷呢？怎么迷惑呢？这真如本性呢，真如不所知性，在起信论里面讲啊，以不塔一法皆故呢，忽然念起，这心不相应啊，忽然念起，这个叫做无明。不塔一法皆故，因为呢不了解这个整个宇宙万有就是一真法界，真如是遍满的，无所不变的，那么不了达，那就有心境对立动了，所以说呢，心不相应，忽然呢念起，这个时候就叫做无明业相，这个无明业相，所以一迷此性，一迷惑于真如本性呢，不安住在真如本性的体啊，乃昏乃散，昏就是不明，散就是动了，这时候欢号无明，这是根本无明，根本无明。忽然念起就是业相，业相接触的业相，有了业相呢，接着就有转向，有转向就有现象，这个是三系相。三系相呢，就是指在阿赖耶，阿赖耶的情形。业相呢，就是唯识里面的正智正分跟智正分，转向呢就是见分，现象就是相分，第一能变呢，阿赖耶是顿变，根生气界，顿变。所以呢，这个是属于阿赖耶的情形。积成烦惑，既有人我，积成呢烦恼呢惑业，就是属于知末无明。既有人我，人相我相啊，众生相说者相，前面呢是属于根本业识。阿赖耶根本业识，接着呢就是分别四识，就六七识了，分别四识，随境花朵，
随境呢而发起这个三毒。这分别四事呢，就包含了第六事、第七事，啊，在呢六出相当中呢，就配所谓的自相，就分别相续相，然后呢直取相，接着记名之相，啊，记名之相，随境就发起三毒，故生口意造生死业，就是起业相，起业相。因此就鼓动我们生口意三业，然后造作流转生死的业因，起业相是因，接着底下呢就是属于果呢，流转出气意解无穷，就是业系苦相啊，业系苦相啊。啊，那么这三系六出呢，就讲这个流转的过程啊，从细的到粗的到粗的啊，从最初的无名乃至到啊流转呢，在三界当中呢说生死苦意结无穷啊，那么或业苦或业苦轮转不息啊，啊凡物就是这样，其祸造业受苦，受苦的时候呢心不甘愿啊，要起烦恼，起烦恼要造业了，造业有因将来就有果啊，所以佛呢在说宣说经典的时候经常举这个譬喻，像二叉聚啊，印度有一种树叫二叉聚啊，它呢结果三个在一起掉下来就是三颗啊，比或业苦或业苦啊，不相离的，就凡夫的境界。好，大劫持哀将令离苦，查病设药对昏三种。大劫世尊呢，那个慈悲哀悯众生这样的这种的情形啊，啊苦啊，说将令离苦，将要使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所以呢查病设药，就观察众生的病因啊，什么样的病呢？哦，那么这个大头病啊，就是无明啊，哎，这无明是最大的病，哦，那么有无明呢，就显现了在牲口的造作啦。所以呢，这个地方讲呢，施舍这个药方，对分三种，相对我们牲口一三业啊，就分别建立三种的方法，啊，三种的方法，内心的分动、对立、定慧、恶无落血，内心这意业，哦。昏暗呢，啊，没有智慧光明的，而且还闪动啊，啊，所以呢，就对立相对建立定学对那个动，慧学对那个昏，啊，昏暗，啊，对于呢一切的真理啊无所明了，就是昏啊，啊，身口非为对立境界，而身口恶业得非为造作。相对建立清净的戒法来规范它，啊，不可以杀生，不可以多盗，不可以怎么样，就规范，啊，不能随意造作的。圣教虽多，不越三学，三学所立唯一色性。圣人的教法虽然很多，开出就八万四千法门，啊，但是把它归纳起来啊，不越没有超过戒定慧三无漏学，也就是经律论三藏啊，经律论三藏，经前定学，论前慧学，而律呢前是戒学啊，就三藏的教典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这三学所建立的唯独一一色心，一色色就是身口恶业对立境界，心呢啊，这些意业对立这个定跟慧，自其散乱呢，跟昏暗不明啊。论其起也，则从本以发之；啊，用其智也，则先出而后细。要论其起也，造业的次第，从我们的意业最初的无明，啊，接着表现在身口恶业，发之啊，之末就身口恶业，啊。
生而已。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对治它的时候，用三穴来对治，要先出，然后细，就前面我们引起性论的三细六出，啊，六出。那你这个企业相啊，第一个啊，那企业相啊，不可以造业的，不可以造业，就是在戒，从粗的开始对治到细的，所以用戒来对出粗的烦恼、身口的造作，然后用定慧来对治细的意业当中的闪动跟昏暗不明。首先自戒意在一事，佛首先自律戒法用意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那讲到修德啊，就讲次第，讲方法。譬乎浊水，风急波腾，风波未起，易得清晨，无有失处。底下呢就几个譬喻来说呢，譬乎，乎呢就是一个以助词，就譬如很浊过浊的水，污浊的水，那么由风呢激起啊，水波荡漾啊，这个时候呢动得不停啊，腾动不停的，这个时候呢风波要没有先停下来，你想要这个水能够很清澄，无有失处，没有这个道理的，没有这个道理。那么三学次第，理数必然，三学的次第啊，道理啊，必定是如此。要因戒而生定，因定而发慧。第一个，你要首先要持戒，对治身口的恢萎，接着学习经论呢，对治内心的颠倒散乱，要这样的。观业长某，气道前沿，要观业的恒常的这一种的模式，这个次第。那离开圣道了，那就非常的非常的遥远呢，非常遥远。这讲三学的次第，三学的次第，也先对出出的身口恶业，再对之细的意业。好像说呢，我们能够持戒，以我们平常的行持好呢，大家应该都会去发现呢，你能够从日常生活去持戒呢，那么持到最后面呢，是不但身口没有动作，连心渐渐也停下来了。第一个要停下来的是身口的造作了，接着连意业它也不动了，杀，看到蚂蚁你呀不杀不敢杀啊，避开了，到最后面呢，看他们不会起心动念，没有杀的意呀，所以要从外在出的身口乃至到意。所以呢，这个戒法跟定慧是联系在一起的，联系在一起。你能够持戒呀，心它就比较极静了，比较极静。接着烦急昏浊，烦就是昏暗过浊，或呢就是乱动、扰乱、动荡。三毒结死，结裂善财，一诸一之如结。三毒，贪嗔痴三毒，结死的烦恼啊，烦恼也称作结死啊。那么抢劫、掠夺我们的善法财啊，比喻就如同盗贼一样的啊。三行相应，就是次第而生啊，因戒而生定，因定而发慧。那么施习设计，也就是说界定为三邪不可互相分离的，如顶三足啊，切意不可啊，切意不可，都要呢互相能够设收摄起来，才能够记住啊你三界六道的生死轮回啊。接着我们再看着支持记这一段，无分功德以戒为初，无上菩提以戒为本，安有器戒别求圣道，自论所谓无次亦非，无传亦度，圣言深绵可不信服。这是呢四抄记卷十五第五页的地方。说呢五分法身的功德，戒定慧解脱之见
这五分法身的功德，以戒法身为初，啊、哦，戒法身，有了戒法身，才有定啊，才有慧，然后呢，有这个因三学仪的因呢，才有解脱，解脱之见的果，哦，无上菩提以戒为本，啊，无上菩提这佛道，啊，他以戒作为根本的。所以呢，在《大沙遮尼前子所问经》里面说呢，说如来功德之深呢，以受戒为本，以持戒为始。如来的功德之深，啊、哦，以最初发心受戒为本，先熏习种子啦，啊、哦，菩提种子先熏习了，接着以持戒为始。有了种子之后呢，接着要假戒修行啊，修德。有持戒作为开始的，然后才有定慧，最后面才有解脱，解脱之见的功德法身的。所以无上菩提以戒为本，这样讲起来呢，安有七戒别求圣道，怎么会有呢？哦，我不需要持戒啦，哦，弃舍戒法，另外追求一个圣道，那戒法就是圣道啊。前面所讲圣法是圣人所持的，圣人有此而成就圣道的、哦、所以呢，怎么有呢？舍弃这个戒法而别求，另外再去追求圣道呢、哦、自论所谓在自度论当中呢，所谓的就好像鸟没有两只翅膀而想要飞，怎么可能呢？办不到啊。没有船而想要渡越大海、哦、那是不可能的。圣言深眠可不幸福、哦、就圣言量、哦、圣人的开导啊，深深的劝勉勉励我们，难道可以不相信吗、哦、我们要能够这样啊，才能够真正的、哦、在一生当中呢，能够承办我们的道业啊。好，那么时间到，先讲到这个地方，好、哦，向下文长，会来日回向。